到了武林殿，我们看着一排新迷你，我们是来看全新版本的武林宏光 mini 正式的量产版本的实车。跟着我视角来吧，我们没有去他们的现场，是因为我想直接看量产车，因为我的老款的武林宏光 mini 已经卖掉了，但是是卖给了武林的店里啊。为什么卖给他们？是因为他们允许我再保留一段时间，到时候再去处理。然后呢，等我拍完对比测试，条件就是说我得再提一辆全新 mini。 走吧。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这就是全新的 mini。 这辆车我真的可以聊的可太多了，这辆车是从原始设计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武林的厂里面深度的感受过了。我看见它的时候它还是个毛坯车，基本上是一个非定型的状态，我给他们提了非常多的意见，那他们有部分意见也采纳了，有部分意见也没有采纳，那反正就是已经成果了。作为 B 站做武林宏光 mini 应该是最多视频的博主，我们当一台就是我们自己的武林宏光 mini 大概做了20期往上。看见全新 mini 我还是很激动的，实话实说，因为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版本是更窄的。 OK， 我们先一点点来讲吧。这辆车我确实能跟其他 UP 主能聊的要多的多的多，希望大家先给我们一个点赞评论转发。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聊聊全新武林宏光 mini。 OK， 第一点我们先来聊一下它这个颜色啊。那它这次主打的是一个黄色，但是我是选的这个绿色会更加好看一点，黄色绿色都可以，我觉得两个颜色都非常跳。这次一共有好几个全新配色，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你最喜欢哪一个。然后外观造型这次也跟之前的武林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更加的 Q 萌一点，大家能看到用了更多的圆形的因素啊，就是往可爱风去走了。其实他们这次是跟微笑在合作的啊，那大家喜欢这个新造型吗？那我个人觉得对于武林宏光 mini 的目标客户来说，我觉得做可爱一点一定是对的。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级别消费者他就是喜欢圆润一点的，事实就是这样子，你看缤果的销量就知道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的外观尺寸，大家可能这么看不是特别明显啊，我们其实有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后面的块玻璃上面它跟老的 mini 是不一样的，大家能看到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去贴老 mini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老款的，能看到吗？它整个后窗的尺寸包括这个宽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明显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GB 的后窗，能看到吗？现在全新的 mini 它的底盘呢，整个尺寸三维都不一样了，它的整个尺寸从2920×1493×1621变到了3064×1493×1629，特别是轴距啊，轴距从1940变到了2010，那其实整体的尺寸都变大了，其实就是本质上用了 GB 的架构。那我很明确告诉大家，大家还记得整个 GB 系列在武林里面其实说不上成功，从马卡龙开始，那其实马卡龙销量还是很高的，但是整个 GB 系列都没有卖的特别好。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 GB 的那一代都卖的特别的贵，我真的这么认为。我当时视频也说了，为什么 GB 那代贵呢？其实因为 GB 的底盘是全新做的，它不是跟老 mini 那样子的版本，它是全新的架构。那这一次本身全新的 mini 为什么我一直让它等呢？是因为它整个架构就是基于 GB 来做的，而不是原来的武林宏光 mini 那个底盘。那不止如此啊，他们基于 GB 底盘还做了很多的改进啊，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才是这辆车最明显大家不知道的东西。第一个是架构，然后第二个是它整个底盘啊，我这么跟大家说，它这个车的前悬部分完全改过了，就是悬挂部分武林宏光 mini 新款第三代跟原来第一代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完全全新重做了，包括下摆臂都是全新的，包括衬套，包括弹簧的
K 值也不一样，就弹簧的硬度也不一样了，全面改过了，哪怕是减震器都是直接改了，就是全系都改了，阀门也改了。这个车的底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之前就这个车的底盘操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GB 的那个底盘的威力加强版，现在放在了迷你的标准版的马卡龙上面，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这辆车能够等的原因。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50 mini 原来在这个级别里面，它作为一个开创者，卖了这么多年，卖100多万台经验之上，然后做了一个全新的换代。就是我可以这么跟大家，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它的实际驾驶感受，我们也会做动态试驾。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车电机啊，原来是20千瓦的，那现在也全部到了30千瓦，这个是续航也变强了，这个是215的版本，那同级别很多还是200的，它续航是215的，而且不只是续航长了，其实它能耗也变低了，能耗现在百公里只有9度电，这也是比原来的 mini 是明显进步的。而且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也有快充了，原来50的 mini 它还记得那个非常慢的快充，现在全新的 mini 也有快充了，不再是原来那个非常慢的快充啊，现在这个快充是支持35分钟从 30% 送到 80% 的，不是原来那个超级慢的快充了，是正儿八经的能用的快充。这实在是这几次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续航变长了，有快充了。其实我觉得这两点的提升是明面上的，整个底盘架构上的进步才是 mini 强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提升是这个大灯啊，原来都是卤素的，现在这个版本是都 LED 了，就是现在我知道的215的版本都是 LED 的，这点也是明显的进步。因为同级别还有在用卤素的，它就是全系都是 LED 的。讲完这些再说一个内在方面别人不会聊的部分，就是这两张座椅。那其实50宏光迷你原来的座椅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改装版本，有甚至把911座椅安装在50宏光迷你上面，那它现在这两张座椅是全新的，我很明确告诉大家这两张座椅是全新做的，全新设计的。原来50宏光迷你不是很多人说它坐姿偏高嘛，有点像开小卡车，那它现在把坐姿下降了20厘米，整个座椅是有下降，而且整个座椅的框架整个架构都是全新的。然后现在换了座椅以后，有一点我觉得提升特别明显，我们到这边来。就是原来如果说你要前排到后排，你副驾驶这个座椅啊是搬一下，你是不能往前的，你往前还要下面去搬，它现在不需要，你搬一下它就直接是搬一下。这个键是能够控制那个背板包括座椅的前后都是可以的，现在你只要搬一下就可以了，后面就可以直接上人了，以前是要搬两下，所以非常不方便。现在虽然没有电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级别里面就不要给我搞电动，手动挺好的，手动能节约成本，而且效率快，你不用等电动啊过来，特别的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后排的座椅的海绵填充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它这次的海绵填充是非常的厚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把原来的50宏光 mini 的很多的不足它给它全面的加强了。而且你能看到吗，后面的那个空间是很大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以它的尺寸来说这个后排空间已经是非常大了，我一点都不开玩笑。等会我们来拍一下它正儿八经的后排空间表现。这两点我觉得是这个车很多人不会聊到的部分。然后我们进到车的内部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还有其他地方的提升。第一个提升是大家肉眼可见啊，就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这个屏幕呢，其实是跟我们原来的50宏光 mini 的基本上区别不大，只是现在有个经济加的模式，我们之前是只有两个模式，经济跟经济加，它现在是有个运动标准经济加经济，总共分四档了。其他的资讯内容是跟我标准的50宏光 mini 没有区别的。然后现在这辆车是215的续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屏幕，我是觉得这个屏幕实在是边框有点大啊。就是他们是觉得你们可以通过我们这虽然是个小屏幕，但是小屏幕能完成很多事情，比如说 USB 音乐啊、蓝牙音乐啊，就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买了，它就原厂给你装了一个。分辨率还行，这是一个非贴全贴合屏幕，但这屏幕其实成本不高，就你不需要后期去加了，然后它这里也能整合这些直接方便的这些蓝牙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次的比较有意思的屏幕，就这块屏幕。这块屏幕其实我们在第一次我在试驾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块屏幕是可以没有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能降低一点成本，然后自己更加干净，然后自己后期也可以加一个，比如说现在淘宝上有很多五菱宏光 mini 的改装件，但是他们的意思是，那我们现在原厂给到你，然后我能整合进这边的方向盘上面有一些就是蓝牙电话啊、切割啊，你就更加方便一点，这样子。你如果说日常使用它也够了，可以听手机的歌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整个桌面上我觉得最大明显进步，就是说整块这个台面啊，虽然那五菱宏光 mini 还是全部都是硬塑料的，但是这个硬塑料的做工表现我觉得跟我老款去比是肉眼可见的进步啊。其实整体包括方向盘的进步我都觉得是跟宾果更加像的，它原来五菱宏光 mini 其实还是我们那一代啊，相对来说比较窄一点，有点毛刺啊什么的。那但是你在这新款里面，你基本上看不见任何的毛刺，包括这边这种塑料里面也是做了斑点纹的。然后我们能看到这边有个气囊的 logo 啊，现在五菱宏光 mini 正副驾都有气囊了，大家爱的东西终于都来了，它更加的完整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外面其实很多人，我们现在可以静音听一下。这次的五菱宏光 mini 它的隔音效果 NVH 是有降低的，他们正儿八经说降低了 7% 啊，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加了隔音的东西，因为原来很多人说五菱宏光 mini 的隔音 NVH 做的不是很好，就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价位的车你要啥自行车呢，但是确实有人说它 NVH 不好，那其实作为五菱宏光 mini 的毛四万公里的车主，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但是他们提升了，就很多这种细节方面他们不知道，然后依旧保留了这个非常好用的啊，这种网状的储藏箱，这个非常好啊，放手机非常方便啊，大家现在车子做的更加深了一点，这个位置其实放手机很方便，我非常认真，我常年手机扔这里。然后包括啊，现在啊，我觉得五菱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就是它这里门把手的位置是刚好可以放下一个手机。这个点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方便，我的越野也是就特别的好。我们现在把车辆调到正确驾驶坐姿啊，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次轴距提升以后它的后排空间怎么样，然后把我们座位调到我们标准驾驶坐姿。 OK， 现在是我们的标准坐姿，但是讲标准坐姿之前我要讲一下这个东西。以前如果你是五菱宏光 mini 车主，你应该知道我说什么，它的那个点烟口是在这边下面的，非常非常麻烦，你基本上用不到。然后现在点烟口放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这点还是要鼓励一下的啊，就是因为 USB 口你可以直接充电，如果放在这个下面的话你就是用不到了，这个给你讲一下。然后这个扶手现在也改过了，现在这边都是亮面的镜面材质，然后白色的明显精致很多，比我那个五菱宏光 mini 精致很多，这个旋钮也更加像宾果的旋钮了，做工明显精致了很多。然后依旧是机械手刹，可以漂移，当我没说。 OK， 然后我们到后排来看一下这个呢。我要说一个，如果你不是五菱宏光 mini 车主，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其实五菱宏光 mini 的后排座位还挺大的，有一圈，其实有将近两拳啊，就是五菱宏光 mini 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很大的车，虽然它看起来是个方盒子，但是它确实空间很大。这点如果说你坐过五菱宏光，或者说你朋友有五菱宏光，你就明显能感觉到一点，包括头部空间。我赤脚是172，然后看我头部空间一拳，有一拳，头部空间有一拳，一拳零一指啊，就是这是标准坐姿。然后现在的这个窗户大很多，大很多。然后整体上你坐五菱宏光 mini， 你坐在后排你是不会觉得这个车小的，非常认真，虽然它是很小的车。那还有一个是，大家能看到吗？它的后备箱，这个后备箱呢才是我觉得五菱宏光 mini 你如果是真的要拿来代步啊，我觉得它的后备箱是稍微小了一点，因为它后备箱整体上还是尺寸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备箱，后备箱开启方式是跟老款是一样的啊。然后这次呢，其实是后备箱跟我们老款去比其实也是有进步的，我那天看到了。首先是五五放倒的座椅，然后能看到吗，其实这次的后备箱其实它深度要更加深一点，实际的装载能力我觉得比我标准款的五菱宏光 mini 我觉得大概了40%嘛，还是挺大的。但是
主要是问题在于它放不下行李箱。你如果说真的要放东西的话，像我们家那个是常年这样放倒的。这个车我觉得坐满四个人，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车有挤啊什么的，完全没有。这才是这个车最有意思的地方，虽然是个小车，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挤。OK， 这就是五菱宏光 mini 的静态的分享。然后我到时候问一下我这车什么时候到，大家拍一个详细的提车详细测评。呀，五菱宏光 mini， 我从来不会放弃你，你将以全新的样式出战。最后再补充一个细节，有些人其实一直对这种小车是有偏见的，那我明确告诉你，五菱宏光 mini 在这个级别里面我非常认真，它就是安全性相对来说做得非常好的车型之一。它的车身设计就是龙式车身，你知道吗，就把拳头捏在一起，它非常强。然后另外一个，它高强度钢的比例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官方的那个剖析图，这个车的高强度钢比例有 60%。 我们说一个，比如说比亚迪的海鸥，海鸥也只有 61%， 它有 60%， 然后它还是龙式车身。我们原来在开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挺放心的。这五菱宏光的意义就在于能给更多人，就是汽车原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负担不起的，那五菱宏光 mini 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基本上像我们自己在开可能五分钱一公里，你就能拥有一台遮风挡雨安全性还不错正儿八经可以拉四个人的车了。这也是五菱宏光 mini 为什么能卖这么多的原因。那这次我觉得五菱宏光 mini 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说他们正儿八经真的提升了非常多，而且在很多东西上面他们并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便宜的车而没有去做一些大改。五菱宏光 mini 是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改的，这才是它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正儿八经都改了，正儿八经的大换代。如果观众老爷喜欢我们这个作品，欢迎点赞收藏，这都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感谢观众老爷的观看，我不是辛巴，拜拜。